又搁是这两公唔食，惊想要骗老伙仔。好，看我安怎收你哩。阿妈，若是要长筋吼，唔是练一惯就好啊，爱豆豆啊调养，安尼才有效。安尼哦，后一边阮家找你买啊。唔免啦，下当每个月设定转账扣款，啊时间阮家有就食，再买交领导就好啊。阿妈，阮家真欢喜，赶紧啊有就摕去。袂当摕。嘿，那如果是你啊，你是安怎？是要讲抢行李是无？恁这两颗，那是刚提起有我送的钱哦，恁都知死啊！这个应该是诈骗的通货。小心，我要买药酒，你帮抢。我都跟你讲，这钱袂当给伊，你是听无？无，你即摆是要抢个是毋？敢帮抢？这钱真正袂当给伊，你听无？帮抢，帮抢啦！你哪懂的？你是感动啊！那个，我问我大爹，哎呀啊！哦啊！检察官，我跟李天贵哦是朋友啦，啊，我跟伊之前哦都有伫病院抓过诈骗，应该有留记录，你查一下就知影。确实不安记录。啊！你就是港票本人啊？是，我是港票了。那恁就无问题啊。李天贵，误会你的代志哦，我伫遮向你开始嘞。嘛，真感谢你出手甲阮斗相共。人生的脚步难免打岔，啊，不过以后爱好好做，知影无？到即马就是好好啊做人啊，是你家己唔相信的。好啦，你敢讲两句啊？妈的！唔做诶！阿伯，你来伫遮？啊，你衫裤来穿安尼啦？哎呦，你是安怎来阮家诶？啊，阮爸咧？哎呦，今日是干唔遐侪问题，等我若解释完，我遐嘴哪拢干啦？屁啊！屁哦！你叫我骂屁哦！紫薇，你回来哦！啊，屁哦！我讲的哦，紫薇应该袂信啦。啊，你甲解释一下，是安怎话店面倒啦吼？妈，妈，这妈到底是发生什么代志啊？就今日哦，恁阿伯哦，伫便宜俩诈骗。啊！结果互人当作是共犯，抓去警察局。我著去警察局替伊作证，证明讲伊甲迄诈骗毋是共党诶。啊！后来我发现咧，天贵有受伤，我著甲伊带倒转来，想讲替伊打一个药膏啦。天贵，啊，是毋是真？真在疼吼。
跟你讲啊，目睭要闭较紧嘞。后盖若是拄到人捡金子宝，卖去跟你交流哦。哇，但是剑的身躯嘛无挂讲伊咧执行公务啊。我嘛不过是好心想要做好代志啊，啊，谁知影啦？会这样啰嗦。哦，大好啊，那来当请起来。啊，多谢你啊。妈，你真正是足气阿伯，你哪会今摆甲伊讲话敢若朋友同款？而且你是安怎要替阿伯作证啊？其实哦，我之前哦，都有甲伊做伙伫病院哦抓过诈骗，我伫警察局嘛有留记录啦。啊嘛是安尼，我才发现，恁听过阿伯哦，甲之前住伫咱兜时阵哦，规个人拢无同款啊。啊，伊嘛伫我。这为难时阵，甲我斗三工，我嘛是足感谢的。阿伯是甲你斗三工，啥物啊？哎，迄拢过去啊啦。啊，飞弟哦，我即马就发现，你阿伯嘛是有优点的人啊，嘛会当做朋友啊。啊，我甲天贵的关系有改善，安尼冬雨嘛会较欢喜嘛。来，给你看啦。都动物哦，伊生气哦，都是我对恁家无礼貌啦。啊，我对即马开始改，啊以后拢改，拢改哈。其实我顶届送阿伯回去厝，我嘛感觉你几个人拢变啦，你对人讲话的口气嘛变啦，啊甚至哦，我看你的面色，嘛敢那……哎呦，免看啦，我这老面皮啊，有啥物通好看？看遐尼详细要怎？阿伯，我来开门。阿姨打电话给我，讲我爸在家。阿伯现在在里面，进来。是搁做啥啦？让我掠去警察局。阿姨，歹势啦，我害你专工去警察局，找阮爸转来。以后你莫插面，我家己处理。等我。阿婆，你是认为恁爸那是做歹代行哩啊？阿屁哦，去警察局干有遐多，怎哩敢能把我抓出来？屁叫！爸，你莫有要叫啦。哎呦，阿姨，歹势啦，阮爸伊真正是哦。冬雨，你莫紧张啦，我甲恁爸哦，即摆已经是朋友啊，啊是我好伊哦，直接叫我名就好。啊，而且哦，你爸今仔日好掠去警察局哦，迄是误会啦，伊是要去掠诈骗，结果被人当作是共犯。阿伯，冬雨，我有位食堂遐炸食的物件，恁敢要留来食物件？阿伯，恁家要？好啊，好啊。爸。你袂记你即马爱饮食控制哦，咱等下再搁食啦。阿姨，紫薇，今仔日交了啊，我先带阮爸来等。哎呦，我的脚哦，拄只敢那嘛小可摔着啦。紫薇啊，阿无安尼啦，阿你敢袂当送我回去厝啊？爸，紫薇做工课几工，伊足忝啊！你让伊好好休困，伫厝内食饭。你若协调，我爱你啦。啊，冬雨，你哪有迄个骨啦？恁爸爸爱叮当啦，你哄紫薇要送恁回去啦。哎，真正免啦。阿伯，来。紫薇啊，我都感觉讲哦，你上可靠。来，你倒倒行。哎呦！冬雨，再来哦，还可以装起光哈。陈子伟，你想怎来家？你敢是要送冬雨登来厝的？啊，恁，哎，John弟啊，
阿婆即摆是七月四啊，你个当作好兄弟，敢那看得到人呢？那是我脚无方便，叫厝里啥物当来厝啦。冬雨，你现在不跟我讲，我电都要找陈子伟。你莫误会冬雨，是阿伯今仔日出淡薄仔代志，啊，阮妈家己才等于阮家。冬雨唔知影这个代志，而且我只是顺续送阿伯回来尔。冬雨，阿伯麻烦你啊。阿伯，迄只物件我连刚才来煮给恁吃。我先来啊，阿伯，我扶你。哎呦，到你这好爷人的少爷吼，就像你生作有形有款呐，啊，算是大颗人，好看头呢啊。是啊，我只是无徛稳。冬啊，你猜我就好啊。来帮你休困啊！冬雨，想做阿伯走去陈水云家，你是不是嘛常常回去当家，甲陈水常常见面？当家对我有恩。我离开的时阵，伊嘛无对我歹面相看，感觉我甲伊拢袂当有任何往来，干那会当秘伫遮等你？我毋是迄个意思，我只是真惊我要结婚，你会当去找陈子伟。冬雨，你敢爱我？小夫人，你先讲。喂，妈。周安迪，你跟艾伦的婚事有真侪代志要参详，你紧等啦。我知啊。夫人是不是敲电话叫你回去？奶奶，你紧走。终于，我真正无想要走，我。安迪。我知道你要娶高艾伦，拢是因为我，我无怪你。讲起来，嘛算是我害你的。冬雨，你莫安尼想，伊只有妈的个性，伊想要做啥，我嘛躲袂过。有你无你，拢共款。你嘛知影咱斗袂过夫人啊，所以你紧回去。你放心，我袂翻头去找陈子伟。你对我的付出，我拢藏伫心内。安迪，我爱你。真的？你从来冇讲过。所以我即马讲啊，安尼你会当安心回去啊。冬雨，是的，害你受委屈啦。你等我，我一定给你一个交代。我会等你，你先走了。